关注双海走大楼，平安走过来虎桥。这一行啊，有能耐的看不上，没能耐的干不了。站着，死的东西也偷，你不怕遭报应？不就是你女朋友给你戴绿帽子了吗？我怀孕了。怕点，就是让人冤枉过你偷东西嘛。不就是别人说你是吃死人饭的吗？不就是觉得自己坐过牢了，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吗？老子今天就是要把上天堂全砸烂了。我晓得你喜欢二锅，你大叔，我下个之后把他换上来，换上来陪你。我这三哥，这就是那个伢子，快点给别克送回去。小二，你是愿意在这儿啊，还是愿意跟他们走？听小文说，今后他就要跟到你一国了。我是不是要跟你惹火了？这孩子身上的问题啊，折射出来的就是家长对教育的重视程度。我后来就问他，你家长是干什么的？他说，我爸爸妈妈是种星星的人。这种日子老子过不下去了，大家换个活法。对不起，王班长。他总算一个伤心的死了。日落西山啊，老爷子最后一天呢，总能帮忙了吗？到底你能帮忙吗？人生去世无大事。